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gi 叶明希。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点样运用一啲小技巧喺我嘅时间上面。系啦，首先咧就系讲我嘅工作行程。咁我每朝早咧都会饮一杯暖水啦，之后就食早餐。咁当然要刷咗牙、洗咗面先啦。之后就会同姑丈讲话，我今日有咩做，有咩做。咁姑丈可能听到我有啲咩甩漏，又会同我讲翻。咁但系我哋系点样知道我哋有咩行程？程要做嘅咧，就系我哋嘅经理人咧会喺一个 schedule group 度咁样 send 啲 schedule 俾我啦，然后咧我就会将呢啲 schedule 写落去 Google Calendar， 系之后我嘅 Google Calendar 咧系同姑丈系联系埋一齐嘅，咁大家有啲咩甩漏咧，大家都可以填补翻，咁我哋会讲翻俾大家听，咁我哋就唔会甩漏 ，OK。確立咗所有嘢之後，我就會寫落一本小本本。呢個小本子呢，其實就係、我會寫一啲工作上面嘅行程啦，同埋一啲小目標想自己達到嘅。之後就再寫一啲名人嘅金句啦，就希望可以激發自己。之後如果係平時翻學嗰啲有測驗啊，或者有默書、有咩功課做嗰啲，就會寫落學校派俾我哋嘅手冊。咁就所有嘅嘢都會喺嗰度出現，咁呢啲咧就係我運用時間嘅小技巧啦。